我是农夫孙，桂林米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。相传桂林米粉的发展起源就是在我们新安林区士兵啊，这个水土不服，作为这些军中的医生，慢慢的就是用我们这些中药在调制这个桂林米粉。它是整个的制作工艺比较复杂，首先我们得去选香料，打个比方，我们现在选的这个，我们一定是选这个桂皮，而且我们不能选肉桂，就是一定是桂皮。那我们的陈皮是真正是耳冬陈，它不是木冬陈，一定是这种陈皮啊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桂林米粉的第一步，炒制香料。炒制香料的话，先我们炒这个香料，后面再加这个豆豉。我们这个是要炒到带一点点金黄色，然后我们就开始下这个豆豉下去。像现在，好的，现在就带点金黄色了，带点金黄色，我们就开始下这个豆豉，给它炒成一个粉末状就可以了。现在开始加水，加这个水的话，盖过这个香料就可以，不要加太多，因为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之中，大约五分钟左右，开了以后五分钟，这个香料现在我们煮了五分钟，开了五分钟以后，我们就倒到熬卤水一个锅里面，然后锅里面开始下肉。现在我们把它倒进去，那我们现在首先开始放这个，这是牛骨，那我们现在是放这个牛肉，然后我们放猪肉。那么现在我们卤好以后，这个水分啊，它也稍微滤干了。第一道炸一定是冷油，第一道炸冷油，而且皮要朝上。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它会硬了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了。我们这个第三道的油温大约在180度到200度左右，现在已经起泡了啊，已经起泡了。那么我们就可以拿出来了。首先我们判断一碗桂林米粉的好坏，首先是粉，这个粉一定是 Q 弹。第二个，这碗米粉我们闻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复合型的一种香味。第三个，我们的牛肉或者我们的这个牛腹卤的扎不扎。第四个就是这个锅烧不光是脆，它酥不酥，黄豆酥不酥脆，这是一个最标准的一个东西啊。我们这碗粉综合的一个味道，它会不会很咸，会不会很淡啊，这会不会很腻，这都是一个判断一个标准。就是我从17岁开始做桂林米粉，那么做现在到今年42年。因为桂林米粉其实为什么这么出名，第一个它是这个粉质，因为桂林米粉最有名的一个是什么呢，就是它最好的就是用我们广西这边产这个水牛肉熬卤水是最好吃的，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点嘛，水质很讲究。桂林米粉除了桂林山水，然后剩下就是米粉了，这是桂林一个比较那个一个宝贝。